本期我们测试一下5G 聚能山族的电网能不能定住149关的十阶僵尸。很明显，中小体型僵尸都能电住。那么如果我把这个聚能山族给铲除掉，它的电网会不会消失呢？我们试试吧。很明显，铲除之后电网依旧在，僵尸依旧移动不动。那如果我用小推车能秒杀他们吗？这就有点意思了，这么牛逼的小推车把所有十阶僵尸巨人僵尸都给碾死了，而这个十阶小僵尸却无动于衷。那左边的植物我们依次来试一试哪些对它有作用吧。飓风甘蓝吹不走，甜菜护卫打空气根本打不到它，田鼠无论是普攻还是大招都无法让它移形换位，它就像是不存在一样。火鸡投手能不能呢？这是什么操作呢？火鸡投手的豆腐鸡可以打到它。然后试了一下秋葵，毒属性也能打到它们。寒冰矗立的冰道也可以打到。当然，药师的毒属性也可以打到。那接下来我们用药师把他们毒死吧。就像阳光穿过黑夜，黎明悄悄划过天边，谁的身影穿梭轮回间。拜拜，下集再见。